只了。哇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。夏天要到了，吃芒果的季节当然也到喽。哇哦！这次呢，我依然是跟芒果燃田订购的哟，这是来自屏东芳寮的芒果，而且订购完之后，它就会用最快速度帮你出货哟。所以呢，如果货运没有延迟，能顺利送达的话，到我们家，到我们手上的芒果就是这样子啦，闻起来又香又甜。我们看到芒果皮外面呢油油亮亮的，摸起来微软没有那么硬的时候呢，就代表它是已经可以吃了哟。所以呢，如果芒果太硬的话，千万不要先放冰箱，一定要放在室外通风的地方哦，等它慢慢的更加熟成一点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是不是看起来就超棒的呀？哇塞，我真的迫不及待赶快切开来吃它了。芒果洗好咯，下刀。哦，滴汁了！哇哦，芒果花完成喽！天哪，也太新鲜了吧，好 juicy 哦！这个呢，从屏东产地直接寄来家里，跟你去菜市场这样一个一个买的真的不一样，味道真的不一样，你相信我，它这个甜度真的是爆表爆表再爆表！哇，太幸福了，也太好吃了吧！人间绝妙好滋味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芒果是从哪里订购的呢？就是这一个 FB， 请搜寻一下芒果燃田，他们家的品种呢是爱文芒果，然后呢它有分好几种棵数的包装，价钱大小都不一样。我订的这一组呢是15颗为一箱的哦，这一箱含运费是1000元，寄到我们手上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多汁香甜，吃了一个感觉不够，会一口再一口。那我也很无聊的帮大家除了一下，每一颗除完呢是66元左右哦。经过我这样试吃之后呢，其实我也蛮疑惑的，一颗芒果到底是多重呢？来人呐，上秤，我们来称称看芒果到底有多重吧。哇，这颗你最厉害，你最重哎！所以呢，从刚刚的数据上看来呢，它大概平均重量是落在400上下哦。大家一定要把握这个黄金时间，赶快把最新鲜、最美味的芒果订几箱带回家吃喽！想要吃的人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芒果燃田哦，快来跟我一起享受被芒果包围的感觉吧！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是与你分享 SS Family，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喽！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来人呐、啊，上秤！再一次，很可爱。